哎呀！奇怪喽！师傅给他抓驴，这个驴蹄子弄走了，露肉了。师傅给他来修剪，这是一家驴场。我这他的。哎，进嘴里了。这没事，有点是吧？坏了，坏了，这个也坏了。坏了呀，你看看。肉垫上还是油，油不能，这段坏了，你看，疼着上面那块儿啊，这块儿这疼这块儿，这段疼，这段不能动，那怎么不能动啊？那咱都流血了，流的流的，不能，那坏事了，中的里，那哪块儿摸着它疼那块儿，那块儿对，把那块儿捞下，不捞下不沾血，对，因为动也。哎呦，不动不沾，不弄他这他得捞，不捞那不捞他摁那儿，他疼的你走不了道，把他再捞下子呢。对，你坐着。那小了中间就喝了喝了血了。你来吧，你把他捞了，不捞他疼他受不了。哟，你上了一路就不疼了，哟不疼。我那他那摁着他。什么是固定住他？这样就能立住了，立不起来。把肚子底下得拦一下是吧？那样他就不往下掉。咱们继续啊，挡一下好的。就拿绳子继续，鲜红的肉啊，就这儿应该都没毛，这么硬，得体的。有不？有不能，好好，有能，有。这蹄子硬是吧？一点水平没有。拉了，你知道吗？呵，那。哟，哎呀，这个出怎么这？小腾直接坐下了。哎，把凳儿放了，屁股向我靠，让他坐上。哎呀，他怎么不流鲜血？他这能吗？没窟窿，没窟窿，对的，烂肉的。哎呀，这没窟窿是吧？没窟窿，他这哎，从这边漏了。对，从这边出来了。从这边踢坑，这玩意儿。那什么？那快出来。那是踢坑。那是不溜了。一次从这边出来了，没有那扎针都出来。现在还正流呢，毛妹。啊，拉了半块。哈拉哈拉的，你看，不是，这边。哎呀哈！这出来了，嗯，这是这不对的，你看。那你上这边看看来，这边坏了。那不对的，不要不要。哈哈的。对。但是这里的鱼。我在喷大嘴。他这边是坏了，这边一块抽烟了。啊，是。这里坐杠上了，嗯。难受。这是铁杠上坐着。好难坐一个。你坐上去，我给你拍一个来。坐上去，坐驴后边。
这是云南白药吗？这消炎粉啊，青霉素。往那倒吧，你们全部都是。对。到了，你弄点啥？不装了，这药，这能给用？哦，刚才用。这个窟窿这。对，这玩意儿。对，这边有个窟窿，给这漏透气了，是吧？嗯。刚才从这流出来了。嗯，好嘞好嘞，啊，还有一种药，我直接是给他吧，小老样，哎呦，这么折了吗？那该不折了的。哎呀，来来，弄了吧，好像亮啥的。哎呀，看见了，把窟窿堵住了。不是堵住，它不上来。光有干。这是又给我们又保护它了嘛？不疼了，它就长黑肉了。要不？好嘞，好嘞。谁说的？嗯，弄完以后能站住，哎呀，要站平了。这只小鸭子修好了啊，还有另一只小。那站的中间不便宜。我说这个问题。他不能走。那是那龙皮跟他对漏酱的是吧？直接厂都赶了。这咱们那个清理的，那个清理的，那个严重。就把桌子，桌子没事。就是怕出血，你不怕出血？点血没事。给搞补出来。整重点是吧？对，可不，这别，比较疼，它耐不住。疼。兜来，兜来了！哎呦，哎，操！我趁着空气憋着，别憋着，别憋着，没什么，露出来了，露出来了，露出来，你看这顶血，你看，啥样了？他浑身热，也是，眼睛都不顶劲，对。哎，好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不动了。这一头过来的，你再不能给这拉倒死。好嘞，啊，好嘞，不动了。哎呀，这吃的用药啊！我这一块裂了，还知道脚疼了。安上嘞，好嘞。毒死了。这不说完了，他也站起来了。没有师傅解了，这不直接站起来了。你想跟他把脏水咬断？救他！里边的女都在看他。
哎，打一个止疼针，什么都会干你啊，师傅。师傅就是个兽医，传活还啊。挺大的兽。你动手，哎。这扎的都不去了。跟你说，像是往屁股上倒这儿的似的，刀完了给你肉肉，你肉有什么有感觉？嘴巴磕破了，鼻子这流血了。你这电话怎么这么多？不整了，跑进去了都。害怕他。嗯，跑进来了。哎，能走了，你看他。行了，不拐了是吧？哎，别跑。哦。扫着了，这是。对，扫着了。扫着了。啊，反正也痛啊。好嘞，走吧。走吧。这边劲儿大。嘿，嘿。哎，跑挺快啊。